外地当时，家常便饭，尤其是糙米，家常便饭，好好的一碗。
扎勒宁小学毕业，父亲在辽宁第一供他上学，第二年便托人送他到上海南汇的一家木行当学徒。老板呢，是五年级的时候的卷起来，我父亲看到就心想，觉得这个纸呢，他可以利用，所以他就看，而且这个纸没卷起来以后，外边也看不出。他就在那个纸面上画画，然后画完画以后，他再把它卷起来，就给老板。他自己看着画的时候挺好，画的老板画的老师要面子，所以有一次把他卷好的纸打开来一看，画里面的是画，画。说是学徒，其实从早到晚忙得尽是做饭、打扫、带小孩、洗衣服、换手电筒、杂物。张平之后的三号流浪记中，许多故事经典就是从这段生活中汲取来的。好，再把这个要比较晚回来，那他就要跟手中的这个机会，也就这么每天也就这么简单空闲，他就画画。然后呢，有一天很热，蚊子多，想什么办法？看到有两个酒缸啊，然后他把酒把两个酒盅啊，缸里面，然后再画画。那么蚊子也咬到了，万一。有一次呢，画得太入迷了，老板很快，他就用力的敲门，已经麻烦了，放了两个小时在那儿，就是下个星期要去开门，但是把他放在那儿，老板一看，把父亲打了，因为我父亲就最摔在这个耳朵上面。开个灯现在七千好吧，谁个懂开个灯七千。Fuck.
Thank you.
抗疫边改制漫画，一边举办抗疫漫画展览，并将漫画贴遍沿途大小城市街头巷尾。1937年9月，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来到南京，在南京的一个星期内，他们赶制了200多漫画，还冒着举办的空袭警报举办画展。南京市民对漫画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1942年春夏秋交，日军开展大规模的扫荡，所到居住执行反恐三广政策，兵荒马乱。张作霖夫妇带着女儿一路逃难，为了活命，他们俩在路边卖过了一个小饭摊，出售上海饭菜。张作霖亲自掌勺烧菜做饭，冯初心张作招待使用。张作霖还不得已在广场上靠卖速写和重操广告经验来养活一家。
面对身后的缺少，结合半年来生活体验，他产生了创作三宝从军的想法。这些是刘存志今天当面张罗笔创作三宝从军纪时的手稿。慢点，先用生活去给三宝存下。三宝从军纪的三宝形象，表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三宝从军纪，以政治讽刺性，它揭露了社会破绽之下民众的种种苦难，以及腐败的政府和军队中的丑陋。抗战八年是张作霖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跳出了个人狭小的生活圈子，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几度生死的战争经历，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见所闻，使得更深度地认识了现实生活。在三宝从军纪的创作过程中，张作霖的三宝形象从早先的幽默风趣转变为尖锐辛辣的揭露风格。三宝从军纪全部作品一共120多页，每页有46幅的画面作为故事。1946年，三宝从军纪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了又一次轰动。1947年2月，大文图书将三毛的经济分三册出版，但地方也缓缓。自上世纪50年代后，由于内容涉及到国民党军队抗日理念和腐败，曾长时间在海峡两岸均成禁书。
个门口啊，我一看都是好看的小孩子，今天的小飞扇呢，真的是吃见吃干了。就是我爸爸走过的吧，就看他经常看他，不用盯着他们看。从一九四七年出海前，张维平开始创作三毛流浪。在创作三毛流浪之前，为了获得素材，张维平设法和各大杂志交往。于是，就是在这个项目下，有不少流浪者被采访。张维平主动上前搭讪，打趣张维平身穿的是西服，这些被人歧视惯的流浪者对许多年轻人心存戒备，因此屡不理不睬。当张维平明白这个原因后，第二天他换了一套破衣，他买了一些大瓶油条，再次来到正下路桥流浪汉聚集。一会儿，流浪汉慢慢回过来，张维平。张作平和刘老二围坐在一起，张作平向刘老二讲起了自己小时候当学徒时的故事，刘老二也各自都哭了。就是这样，通过一次次的交往，张作平和这些刘老二逐渐熟悉起来，就成了朋友。正是这些刘老二亲口向他诉说的故事，成了三毛流浪记最生动的素材。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开始在上海大会报上连载，这部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竟然大大超过了张乐平之前的三毛作品，读者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这些。除了对作品本身的关注，读者们还对作者张乐平如何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表现出兴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毛流浪记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作品。三炮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报开始连载，直到1949年4月4日才告结束。三炮流浪记的单行本也由大公报馆分次级出版。在这个时候，对所有的公民，甚至于家庭比较富裕的人，也产生对这个流浪记，就是艺术能达到这种程度是很不容易。可以来讲，这个不是说。你想想，艺术打动人不是简单，你只有好才能打动。说引起大家的共鸣，这个这是三毛流浪记最成功。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的250多个读者，三毛牵动着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每天清晨，购买大公报的人群排成长队，在街头的贴报栏前。纷纷站满了争看三毛漫画的读者，每天报上刊出的三毛流浪记都被一些买不起报纸的富爸爸从贴报栏里挖走。张乐平本人更是收到无数读者的信件和送给三毛的物品。他们都不能打开，南京，
那就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个排排了队，小朋友到大人，基本上都是小孩子。所以说，中东就是大型公司这个只能排队，这个楼梯上面就这个一个转弯，一件件走出来，转进去，还放几个人进去，再放几个人，实在放在里面不行，那就这么我们都排在队，排了几个小时才能进去，才能去看什么东西。因为当时看到的书，后来他是一个主席员工，当然我们不拍卖，我们一般当然想的，当然他不是股票的，我们可以买一枚小的徽章、纪念章，就做小朋友一个。我们你买一个纪念章的钱，哎呀，能看到有些小朋友到这个红墙上，就是上来就看什么车子。三毛乐园画的那个义漫，我父亲画了几十幅画的，我三毛流浪之前的插图，然后上了颜色，一下子都不卖完。那个时候在大兴公司展览的时候，看的人很多，所以最感动的呢，就是好多的码头工人、三轮车夫，那些甚至红城的那些人，都去看。看了以后呢，就他们都捐钱，其实他们都是很穷的。他们都捐钱给那个刘导啊，在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布里基金会举办三毛生活展览的期间，张乐平的肺病还没有痊愈，腹泻现象常有发生，但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特意精心赶制了30多幅三毛水彩画，连同三毛其他女人做手稿。在展览会上，张乐平拿出了330幅三毛作品。为了证明张乐平的三毛手稿，在6天的展览期间，大兴公司人山人海，热闹空前。这5张三毛彩图手稿是张乐平在展览会后立即重画一座纪念，因为那30多幅三毛水彩画早已在展览会上被抢拍一空。就在三毛生活展览会举办的半年前，昆仑影业公司已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独立制片人吴一布准备将它搬上。当时上海所有的影迷都支持这部作品，因为张伯文画的《三毛流浪记》这个作品本身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了，像那个宋庆龄基金会不是经常收到一些信函要捐赠，那这样的一部作品，就是对大家一种，就是对大反映大家一种对社会的一种看法，这个无助弱小这种态度，所以所有的影星啊都愿意。当时这部《三毛流浪记》这部片的制片人叫韦布，韦布是我舅舅，就是我妈妈，她的上官云峰后来，她本叫姓韦，叫韦天作，这个韦布就是我妈妈的堂哥，亲堂哥。员工数了多久？说当时呢，三毛的电影这个剧本写好了。这个设施被找好了，就是演员没找好，找了好几个月。那么那天呢，正好在昆仑影业公司的外面，他说没事，看着三个小孩在那打弹子，就看两个大的一个小的，结果小的赢了，大的不给，小的最后就把那个制服了。这个员工说他说，还有这小孩呢，也和三毛的形象一模很大，或者呢比较细，身上总当不同了。拍了10多，那10多以后的话，当时就有这个舞台剧的，什么肝啊，什么手骨啊，那么他们还有就是张乐平，他们就他，那么就是我。电影《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造型完全是按照张乐平的漫画设计。张乐平就画得好，
化妆师啊，拿那个美国的泡沫，一整整盒，开始泼到皮肤上，放进去，把糖都化掉，然后捞出来以后呢，放上油纸啊，就做瓶子，每天早上化妆。那个三根头发的话呢，是我是每天把头发要不仅是剃光，还有每天拿刀刮，刮的头啊。那所以我拍三八两斤以后啊，我从来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就绝对发誓不用剃刀，我就怕了。每天要刮，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两个橡皮膏啊，中间放铜丝，三根铜丝啊贴起来以后呢，粘在头顶上，我上面再弄些毛线啊粘上去。实际上不是三根毛，是三种毛，有三根铜丝撑在头顶上。所以电影里的三毛一发脾气以后呢，我是三毛手一撸呢，这三个头发就竖起来了，身同时竖起来了，哎，好漂亮。垃圾车呢，它不是做的，是真的是就借来的。那么我印象到现在拍摄，它里面是黏糊糊的，而且那个味道是让你窒息，没法呼吸的，也没办法爬，就太滑了。那么后来导演我弄了三个垫，我想就放三个垫，然后我给它爬进去。拍三八五光的奖啊，中间过了以后，后来拍完照片以后，我父母就奖励我，给我买皮鞋。现在小孩买皮鞋很容易的，那个时候这个皮鞋是非常高的一个奖赏的，但是我穿不来，我就不穿。为什么？我光脚光怪，所以这个习惯一直写到现在的话，我还喜欢光的奖。电影《三毛流浪记》于1949年春正式开启，在拍摄过程中，张乐平经常来到片场。《三毛流浪记》的拍摄阶段正是上海的解放前夕。当完成制作时，上海这座城市已经解放了。拍摄《三毛流浪记》，昆仑公司调动了许多著名演员客串演出，其中有赵丹、孙道临、黄宗英、吴彦、上官云珠等几十位演技，他们全心甘情愿为一个无名小演员当配角。1949年9月，上海六大电影院同时上映了《三毛流浪记》。此时的三毛，你哪
到了前所未有的受欢迎程度。而接下来，张和平和三毛将面临是一段段起起伏伏。我们小的时候穿的衣服，全都是我爸爸设计出来的。画好了以后呢，就是寄给他们做。做了以后，我们小的时候所以穿的衣服都是他设计的。有的时候他拿了一笔稿费呢，就带我们全家出去玩了，那么就去买东买衣服，都是他选的。我妈妈很没有，他不会看。小楼前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上个世纪的50年代，这个小花园曾是孩子们的天堂。当时除了张家的七个孩子之外，住在底层的屋子里也有不少孩子。我做了回复，
当时住在张乐平家的楼下，是邻居，楼上楼下的邻居，这个住。我妈妈那时候还经常去看哥哥，每次去看哥哥，比如我就听那个张伯祖张小小他们跟我讲，说那时候你妈妈一来，我们全趴在床底下看，说漂亮啊，穿着旗袍真漂亮啊，上官阿姨漂亮啊。我舅舅有八个孩子，张伯伯七个，我们开玩笑叫七上八下。孩子们的同学也是喜欢到我的场合，就是说好多人都这么说，我爸的爸爸的儿女们都说到我们心里，还有好像偏外的，也的确是有一些孩子，我爸都是喜欢到我们家，因为知道我们家，他们也是到我们家，也是把我们家当做自己的家一样。大儿子张永荣的同学熊更发从小失去父母，由外公外婆收养，他常常喜欢在张德平家的这幢小楼里玩耍。我大概上三年级，我外公外婆相继去世了呢，这个情况呢老师知道怎么办，我也没地方住，那么房子当时外公外婆也租的，人家房租肯定要收回去。这个时候老师一讲呢，张荣荣呢就回去了，跟张伯伯张妈就说了，我搬上我去读话，他外公外婆死了，住都住不上，是他们动一下心一下挺可怜的。张伯伯呢就跟张荣荣说，那就跟他到我们家来住吧。张德平收养了熊更发，他们将客厅兼画室里的沙发作为熊更发晚上睡觉的床铺。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德平晚上做画时，熊更发就陪在他的旁边。比如说我画画晚了呢，你那个弄堂里啊，有买那个小馄饨啊，宵夜了。在那口袋里呢，掏出来，反正两毛钱，跟我说你去，你一碗我一碗，然后我就去，拿那个小鸽子拿过来，他吃完我这样，吃完睡觉吧，我就离开，就这样。自新中国成立后，张德平的家庭生活趋于安稳，而他的事业却出现了波折，尤其是三毛的创作陷入了困境。新中国建成以后，他这个三毛评价是不是需要进入创作？他一下子怎么想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技术报三毛怎么样？那个就应该再画，好像没有什么画的。咱们如果转变一个性格，要转变性格，这个一开始另一方面，这个重点解放前，张德平创作了三毛，表达的主题，而且新中国刚刚诞生，张德平才找到三毛。还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好像觉得画三毛还不是画来画去，像三毛那样穷极一八九，要把它改成各种脸都是胖胖的、圆圆的，那就是也没有三毛的这个特色了。我就是想法，但是他也画了一些画，那些地方能值得再改一改。解放以后呢，他主要的表现是用中国的新的文学，没有基本上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从正面的文学，比较平的，就这些东西。虽然有些正统的功夫，中国的正统，但是给的平，算是。如果是故意站好，这个贴近的这个内涵。
然后专门的聘用一些护士啊，保安护士啊，如果可能这个困难的事情上不顺畅，这是当然这个把你看成护士，你这样考察一下。对，请中国人民在你的事情，尤其是满足的痛苦，当时你看是政府军团，不主张反面揭露和抨击，加之平时政治运动频繁，稍不留神就会遭到批判。然而平在旁的一直是一个胆小踏实的，他明明清楚三毛的艺术生命不可能建立在俄国的走廊之上，但他也有足够的勇气去表达自己。他的老朋友下一个同学呢，刚好是在那个部门上，知道这个情况就是，通告是看到这个协会，专门召开其他的上老师讲过说，等当时考证时，一众认为两国的第三，这是有没有打击的。你要画的话，画但是另外一方面去画，这是没有问题。三毛说的，中国的孔祥熙思想，他渴望解放，渴望战争，为什么不会解放？非基础主义，他解放的是，他说的是中国的，这句话，你这样画的话，他基础都在无基础。大家希望他保持三国的形象，在心里什么情况会多一点。漫画年一共召开了三次座谈会，这对张乐平来说意义很大，他终于结束了苦闷和等待，重新振作起来。他拿起了画笔，开始尝试三毛形象。张乐平考虑再三之后，决定把三毛创作的重点放回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观察孩子的变化，张乐平经常到附近的幼儿园学校，几个儿童也是他的朋友。在上世纪1960年代，张乐平创作了《三毛翻身记》《三毛日记》《三毛惊喜》《三毛并且放》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个阶段，张乐平的三毛作品改了很大，我爱的学员，尊敬老师，帮助长辈，爱护幼稚，举举爱护花，爱护菜。漫画不用于讽刺，不用于批评，而用于歌颂。艺术上的难度是很大，新三毛漫画的艺术水准的影响难以超越三毛的浪迹和三毛从的剧情。通过新旧两个社会的三毛的不同遭遇来表态，是新三毛作品系列中张乐平寻找到的一本创作经历。
三个女医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喝酒。酒在她身边，地位绝对不比绘画。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被迫放弃了画笔，但也不肯放开酒杯。酒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酒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享受，同时也带来了身体伤害。上一辈的画家，南方的画家，老画家们，大部分都好酒，尤其好南方的特产黄酒，这上海的搞绍兴酒。张先生尤为好酒，他非常喜欢喝酒。他喝了酒以后啊，我现在还能够很深入的讲，他脸上呢微微的堆上一点薄雾，突然眼睛发亮。我讲起话来呢，已经放松了，会讲很多好玩的事情，跟他平常的一副台语言教的这个张先生啊，太不一样了。所以我后来想啊，这个黄酒对于张先生呢，不但是他的爱，更重要，我认为这个酒保是他放松。张作霖最钟爱的酒，是家乡的奶甜出产的黄酒。因为他家里酒量很重，他不是好酒的，他的酒就是很严，一把一把的，这么一把，接着手拿过来，拿着把开开来，开开来就是每天开两袋，每袋差不多，就是为把这些买的，就是瓶酒比较贵啊，对，说还有点少酒就比较，他很一的酒一把的酒，他说一把一把酒。他有时候有他不把来递，他不收这一口的东西，他都直接告诉我，我应该送过去，他不把来递，什么时候你来跟我聊聊西方呀。张作霖的人品一直很好，大家都叫他老好人。由于张作霖好酒又好喝，文化界的许多朋友都爱上他来喝上两口。就是传和人，这张画桌常用来充当那两个酒桌。这台子变了东西，我的好多就是酒吃饭，我们两个人去的。他我们两个人去的时候呢，不敢跟他家里人一道去的，是我们两个人去的。这个台子一个过来就去菜，两瓶酒，他一瓶红酒，我两个人去啊。台子不是小啊，但是这个台子中中那边台子啊，所以吃饭的地方就要小菜一个做一个的。他的沙发坐下去台我要讲的，如果他的沙发我不坐的，坐下去台我就是要扣的。解放后，张作霖想高级就是来工作180元，外加提高。在长啸的高楼的老师，两人收入相加虽然不少，但家中有七个儿女，外加保姆，十来口子开销一直很大。随着孩子的长大，住房紧张的问题也越来越浮出。所以在大城里，在保中村的一个新房子呢，在给他了。你这个房子就高档，那么他就是。他好像抱怨他就抱怨了。张作霖拒绝，他宁愿待在拥挤的老地方，原因是他怕引起别人的疑虑。我们家的小孩以后从13年发展，他怕给我们影响发展，这个是方法的方向。但到一到晚上，大家都很担心，我母亲就要跟我们说，你要那个。如果提起张作霖的作品，大多数人联想到的恐怕只有三毛。其实张作霖的绘画造诣是非常深，除了漫画，他还在中国画、水彩画、年画、速写、素描等等画种中有绝佳的作品。
在上世纪的50年代，张乐平创作了不少画，这些洋溢着那个时代气息的作品，曾经被无数家庭贴在墙壁上。第一次跟朱先生两个人，那天中午
去看问题是一个不认识大爷就上楼去打个票那么跟他们挂上去挂上去了之后嘛他们也不该给退回去得很多人钱也不开自己牌子就想过来但是一直听着的把红纸牌拿出来拿到红纸牌把牌子哦那么找那么车上牌子怎么红纸牌谁在后面嘛我在在前面嘛铁的都是往我那里伸嘛他一看红纸牌是什么的他如果那个时候说我不叫红纸牌我叫张罗平啊这样不是把那个红纸牌上去到前面所以这是一种对外的理智他毕竟年纪比红纸牌医生于是这个态度是有罪，所以后来就报警，其实是已经被逮捕，逮捕是，那他是自然消化的。比如我们结束后，他们两个人结伴回家，现在就不如，就不如家里去，我们要叫不起，让他们我们只有两个人。他外面一个小楼道往后看看再外面一个小家往后看看他住于一个更加又被拉回去当他外面两个小马路叫那个车子两个车子之后要求那个车夫啊就把他捧站起来打起来那个车夫今天不下雨你们要拉这个工资啊今天风大你还是不说话一下他怕你就先看这个故事也很心酸领章的红丹丢和恐惧的还有红卫兵频繁的上门吵架有好多红卫兵包括那个北京来的那串联的红卫兵都是跟我们讲吵架然后到我们家吵架的时候呢这些邻居都是特别不适合都冲出来帮我们家说不能你他们家已经抄过家了不能再出去该抄的也就抄走张德平的一生中也有过一些收藏比如说他特别喜欢陶器石头和一些金件这些藏品大多不是很值钱但也有个别价值不识货的红卫兵将他几乎都打碎和破坏除此之外张德平最心目的物件就是他多年珍藏的三毛画稿这场浩劫令他最痛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些画稿许多被毁甚至很多画稿是被逼之下由他亲手撕毁张德平他没有多少宝贝他的宝贝就是他的画稿他的画稿是他的命稿恐怕大家没有一个赵百化就他在赵百化里写把自己的画稿撕掉三张撕掉丢在地上面叫他拿去烧酒烧到那去这些逃脱厄运的画稿能保留至今实在是难造反派逼着撕毁画稿后他会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将这些扫出垃圾箱的画稿碎片拾起来藏进包装袋回家没事当他向家里讲起这些事儿的时候眼中总是含着泪花张德平遭受了数不清的逼他的精神快要支撑不住他想到了
他张老平也想做一个工作的，他在一下的话，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文字觉得，他不用画画了，他没有写，他就画一点一下，这个一下的也就弄过了。这个胡子呢，更加像刺刀一样插出来，就说明他一个很胡子。那么他的薄皮呢，写了两个字，八百，他下留给他的一壶子，说明他就说小心画，他就有这一种画起来。当时他提着鬼啊，鬼也是一个呢，回来的他就画了什么了，准备这个，哎，他是自杀的，佛家的自杀。有什么意思呢？有谁晓得呢？有谁晓得你有我呢？以后他想要想清楚了，他说的，还有你的名字，不是。在文革里面写的，让人民的工作、生活、家庭不被干扰，唯独不变的一件事情，他连喝酒都受到了限制，根本就不准他。甚至把这个大桌贴到我们这个吃饭桌的边上，就墙上贴，喝酒，而且我们经常看到了喝茶，但是喝多的很，就喝得多。我们的吃饭桌下面有，在吃饭桌上有个车子，然后就那个文革的时候啊，我给人带的王先生常常给张飞遇到黄河路。黄河路北京路的北面那一段马路上有几个小摊子，摊子是冬天，好吧，一个小摊子花一毛五钱可以要一碗豆腐鲜肉汤，就是一块很肥的很差的这个鲜肉，有几块豆腐，然后每人要一碗酒，有点像郑州描写的那个阿 Q 在咸亨店喝酒一样，就是拿杯子，一个粗碗，就坐在那个长板凳上，三个人拿杯子喝酒。我的酒量不行，对吧？张先生这一碗的还不够，对吧？我但是不能一半点。文革中，张乐平和酒友常聚在这里。那时，这家餐厅还很破烂。很穷的老百姓去吃饭的地方，我们好多次啊陪张先生在那里喝酒，喝了酒以后我们他就生动了，而他就高兴了，忘记了很多东西。文革时期张乐平和丰子恺见到的最后一面是在上海华山医院，在文革中间有一次晚上我悄悄地到他家里去敲门，去看他去，他一个人在吃酒，因为平时他我们跟他注意他去看，他是主张他薄皮都少关注，他还是卖薄皮，今天你来看我，我不请他不是你在吃了酒，拿两口黄酒吃吃，他说你来的正好，我跟你认论，你到华山医院去看看丰子恺，我劝沈家生，他因为但是他被人家的警务之后一毛病都不给他进医院，放在在走廊里。有一次我父亲发高烧，我们叫沈出去把我父亲送到华山医院去挂急诊，那一到挂急诊我父亲已经是就是吃不消了，发烧发烧，但是这个时候人家看到我，他们那个医生看到我们说你看不知道他们就不知道我发生了，我只看到先生他也是发生了，我爸爸一听他就挣扎了起来，一定要去看你，就两个老朋友看到，因为丰子恺先生是我父亲一直很尊敬的老前辈和老领导，去看他，看到的时候他刚刚说没有多少事，没有多少钱，当然我想去世。
长达10年的文革终于结束了。这时，张乐平已经66岁，文革10年毁掉了他最佳的创作时期。满怀重获新生的喜悦，张乐平又拿起了画笔，回到了画桌前。潇洒的外表已经被岁月磨走，两鬓霜白的他，痴心不改的又一次画起了三毛。1977年6月1日这一天，《解放日报》刊登了张乐平新创作的《三毛学雷锋》，之后他又创作了《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旅游记》《三毛学法》的系列连环漫画。在文革之后的几年，张乐平一直处于高度的创作热情，他非常珍惜时间，工作的强度完全不像一个将近70的老人。这段日子也是张乐平社会活动最为频繁的阶段，来自方方面面的邀请，大大小小的会议，各种各样的应酬，张乐平都一一应允。他这个老好人的外号有时背负得非常沉重，即使在内心深处经过了大起大落的跌宕之后，张乐平最牵挂的事是他的绘画创作。这幅文革后创作的漫画一字无成，表达的正是当时张乐平的真实内心。张乐平创作的这些漫画直接指向了当时社会最为尖锐突出的问题，如上世纪70-80年代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一部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以及见利忘义的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等等。步入晚年的张乐平一直保持着创作积极的态度，然而终于有一天，他的手开始不听他的使唤。1983年，张乐平被查出患有帕金森氏疾病，最初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手不停地抖动。为了能继续画画，张乐平和疾病一直在斗争，他每天坚持画画。但是曾经是他最为在行的线条，现在已面目全非。三毛老师。
二十年代的时候呢，张伯伯每年春天要到重庆开会，他们家里就来陪他，经常到那个他的故地去看。他呢要喝酒，我去呢，他总让我在给他带酒。他很注意这个表现跟那个形象，他要喝酒就不能喝，他让我偷偷的把酒带去，他把那个三碗酒倒一个。哦，你看，就是这样。他讲的地方就是，他抓着那个很那个放肆的那种。然后主角管账，我夫人就这么走进那个，放了袖子很长的放在里面，然后走进这个餐厅，到餐厅以后坐下，把这杯子吧，我让你把下茶，然后他就这么。张乐平仍无法改掉喝酒的爱好，这是他的病情之机会。他宁可活好安眠药，而选择依赖喝酒。张乐平的病情比一天比一天加重。张先生手本来就抖，那一天呢，几乎是不能指。后来呢，写了四个字，叫痛在。
江鹤平和夫人冯春燕将七个孩子都一一抚养成人，而他们自己全忙。1991年3月18日是张鹤平和冯初心的结婚纪念日。这天，七个子女将已经住进医院的张鹤平接回家，为他俩举办金婚祭。他们经常吵架，从来不为大事吵架，大多数都是就是为了我们几个人，他们让他们觉得正常。在住院期间，张鹤平仍旧没有改掉他一生的两大爱好，也就是他就在这里明天再帮我带一个水果。我心里心领神神会的，我就笑了一下，就是他的他那个是缺的，他就希望他是他一起的奖品。住院期间只要身体情况好一点，张鹤平这期间他还在画三毛，这张是他当年做的正式作业。1992年9月27日，张鹤平离开了这个世界。张鹤平去世的几刀分钟，我叫他的儿子呢给我拿了一个再带了个酒杯，我就在他临终告别上说，我们的酒好远，我也送，就跟你告别了，请你最后，啊，我请你干掉这杯酒吧。那么，压了走，那我就把这酒啊，倒在他心里的临终的地上。张鹤平在冯夫人的心中是什么印象？比起为张鹤平而做的漫画，虽然初次不懂画家之手，而都不约而同的表达了两个字，一个当然是结果，另一个当然就是三毛。张鹤平他爱喝酒，爱画画，特别爱三毛。他所爱好的事情，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张鹤平的老家海淀，这也是张鹤平的纪念馆，大型纪念馆。纪念馆的纪念馆中，张鹤平坐着。张鹤平走了，但他把他的精神留下，他的精神。不仅留在这个纪念馆，更重要的是留在了作品子孙后代的心。好了，走吧，你说。
问完了。